家好，我是万老师。中国有一句话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从这句话可以知道，牙齿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牙齿问题，有一口好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。如果你的牙齿出现了问题，要去哪里看牙医呢？当然，你可以去医院，也可以去口腔诊所。下面我们学几个有用的句子吧。如果你的牙齿有牙结石，那么你需要洗牙。如果你的牙齿有龋齿，那么就需要补牙。如果你长了智齿，那么你就需要拔牙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牙齿不够白，还可以做牙齿美白。在北京的外国朋友，给大家推荐经典口腔诊所，那里的牙医都是外国人，英语、法语、德语都没问题，而且 That's Mandarin 学生可以享受10%的优惠。最后，祝大家牙齿健康，我们下次见。